哇，做了几年，三到四年啊，真的不是讲笑的。他的所有的饭钱都靠这个了。所以唔怪得而家冇人做啦。你都做唔到嘅。再高少少，再高少少，再高少少，系。叫做咩？呢啲咪吹电响啊？可以吹咯。哦，即系好似个哨咁样系嘛？哦。哦，好似个哨咁样。O K 喎 ，O K 喎。要扎个狮头，咁啊呢个小狮头啦，系咪啊？要扎几耐到？呢啲都要扎2到3个。哦。点啊？味道点啊？香芽菜明明系豆芽嘅话，芽菜。哦，鱼面道。无趣嘅世界，做个有趣嘅灵魂。大家好，欢迎嚟到老金嘅 channel。今日系2024年农历3月初三嘅北帝诞，我哋依家喺佛山祖庙入边，等阵会去逛全城市集以及佢旁边嘅美食街。正前方咧系九龙壁，哦呢、这个系咩咧？呢、这个？呢、这个叫做药王庙云龙柱，都颇高啊，有少少好似华表咁样噶。应该会一对啊。就是见到一支就见不到一对。啊，今天人多。哦，这里整一只石狮子雕塑。叫做咩啊？哦，醒狮台啊！只只都唔同嘅喎，只只唔同啊？可能系为即系四围嘅收集。全部系本地古旧建筑物嘅装饰构件啊！人哋嗰啲祠堂咧，只只唔同嘅，攞咗翻嚟呢度摆，系系呢啲噶，呢只只唔同啊，形态唔同。好啦，其中较大两只咧，就话系清代嘉庆啊，118年嘅年款。其余石狮咧，都系用清代嘅作品。哦，真系收集翻嚟啊！咁都好，收集起身就变成一个艺术品啦。即系边度嘅狮子系咁样样整嘅？系本来应该讲呢啲系即系再继续讲埋佢系边度攞过嚟嘅？系咪一个系汕头嗰边嗰啲？佢边度挑咧？可能佢就未必追溯到，但系佢由边个地方攞翻嚟咧？我觉得佢应该讲一讲嗬。风格啊，我有睇到嘅个形态唔同。啊，咁犀利啊你！哦，嗱呢只呢只点啊？呢只呢只系弓啊，有个球噶嘛，有只系乸，有只仔噶嘛。系系系。嗱呢只咪乸咯。哦，呢只乸。系仔啊嘛。系喎。你睇下，弓系有球噶，唔同嘅形态唔同，嗰个关联喺。得啲嘢，得啲嘢，得啲嘢啦。呢只系仔嚟噶。冇错。呢只可能同呢个一对噶，呢只弓系嗱。哦，球噶嘛。系喎。嗱，两对个球一样。系喎，系喎，系喎，系喎。呢度一对嘅。哦，呢度一对。一公哦，咁啊系喎，比较容易喎、啊、即系佢一般都系喺门口上边嗬，喺都系噶嗱，嗰边嗰啲系一对一只公一只乸噶，南方狮子啊，一定系扭头嘅，除咗故宫皇帝嘅直头狮子啊，啊，所有狮子都会扭头，你唔讲我冇留意，你要真系睇下，系啊，所有。皇帝嗰啲咧，即系故宫嘅嚟睇十方，即系嚟都全部直嘅。啊，直直一扭头嘅，歪啲头嘅。我翻嚟留意一下啲银行门口，睇下佢点先。银行门口会唔会直头嘅咧？即系而家就冇，即系所以唔好装咗。冇咗个传承哦。成个石窟，成个祖庙最多直接要。哦，
整个祖庙最值钱就是这个了。九呢、這个是咩？龙壁系嘛？都不算九龙壁啦，以前应该有九龙壁。佢真系陶瓷噶，呢、這个就佢嘅特色啊。啊，蛇湾公仔呢幅嘢，好似文化大革命一残咗啲噶，应该就系嗰阵时好文明嘅细路仔嚟噶。哦。呢、這个可能是新嘅啩，真系可能文化大革命嗰阵时打烂咗。打烂咗啲，打烂啲啲啫。哦，咁好彩。你翻去揾揾。即係嗰度有一幅嘅，一兩幅唔同色嘅。啊！你去嗰度即係抄。啊，咁啊好彩啲。我頭先入去買，我話北帝出巡。啊！咁實多人要贊助俾錢。我話北帝有錢佬嚟嘅喎，佢出巡就係喺國泰民安係咪真係嘢講真話？係。咪點解你北帝攞北帝出巡？哦。喺台至海，西圍行。台至西圍行。即係睇下。嗰啲人有冇講假嘢？嗯，係咪真係咁樣？即係國，即係係咁嘅寓意。啊，國富民安。哦，咁嘅係咁嘅寓意。哦，即係話嗌啲人唔好講假話，要真嘢，北帝出嚟巡。嗯，我過得生活咁美好啊，咁、樣咁嘅就唔使你贊助，北帝有錢佬嚟噶嘛。但係佢贊助啲人抬出嚟呢個活動啊嘛。教會元武啊嘛。啊冇啊！因為佢係道教嘅，正宗中國教嚟嘅。哦，有啲人亂鳩曬用，個北帝嗱北帝即係國際而家嘅紀檢啊。嗯，中央巡視組啊，咁好個擔住嚟咁行啊。咁你呢個比喻 OK 喎？係啦，你出嚟做乜鳩啊？啊，咁多人圍住你，咁個個人都歡笑歡樂嘅。嗯，咁咪北帝咪安安静静上翻去嗰度坐咯。哦，即系三月三北帝出巡，系有咁嘅传承，一定要朝早，朝早先仲系要十点系啊，有时辰嘅。哦，咁佢十点呢个时辰啱唔啱？系啊，都 OK 系嘛？佢好似千几年噶啦，佢广州又有啦。广州有冇北帝庙咧？以前肯定有，但系而家有冇我就真系唔敢讲。系嘅，广州仁威庙嗰度有个北帝噶。哦，所以啲人唔敢讲。我话屌你咪即系话中央巡视组，你有冇出嚟睇睇你啲阵头？个个愁眉苦脸揸住个兜咁啊，梗系唔得噶嘛。哦，系咁样嘅作用。系咁嘅作用，打知道北帝出巡啊嘛。唔系啊，你唔讲咧，我一直以为就好似旅游咁游啊，系旅游嘅游。你而家唔系，你系巡视咁巡游。佢可以做到吴晓文啊，吴晓文，佢人民嘅知识有乜嘢，佢保证人民嘅生活，应该系咁嘅。佢要解释全城啲僆仔啊，嗱福地啊，办个办旅游唔系。国泰民安系啊，系系系，福人。冇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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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系系系啊，你点解人？讲下旅游多人行啊，好咩往多嘢问，呢个错嘅。嗯，啲全城仔、全城嗰啲年青人唔知道。多谢晒阿叔讲解啊！我问佢老嗰人系有两一两块系打得。如果得一两块打烂咧，算系万幸啦。嗱呢个佢点解整翻咧？啊，睇到嘅，啊，唔知点样睇唔到嘅。或者佢又用翻龙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即系龙嘴嗰块啊！哇，如果龙嘴嗰块，你觉唔觉啊？系咪好似系啊？哦，唔觉唔觉，嗰、那个唔觉。揾啲讲解员嚟问佢，佢都可能系有两三块打烂咗嘅。啊，你都算系半个讲解员啦。有好难咗。不过好难得呢啲好难保存嘅，因为毕竟系容易碎啊嘛，真系。所以又唔系石雕喎。石雕仲硬淨啲。個祖廟最高值錢呢個代表佛山就係呢幅。好，好，唔該曬，好，嗯，拜拜。咩宮啊？古祠唔識啊，唉，唔好成日問我啲咁古嘅字。藝字，藝字係嘛？咩意思啊？咩意思啊？藝術嘅藝咯。藝字哦，古祠藝宮，多謝曬。嗱，佢呢度又主要係睇磚雕啊嘛。光绪年间，还是光绪年间装来的，光绪年间雕。哦，砖雕。四年的时候出来的。哎呀，八几年了。现在我们这边做不了，太复杂了。哎，做不到。砖雕当年两到三个工匠，两到三个师傅做这一件多长时间呢？三到四年。哇。做一件要三到四年啊！真系唔系讲笑。所有的饭钱都靠这个了。
所以唔怪得而家冇人做啦。你都做唔到啦。系啊。再高少少，再高少少，再高少少，系。哦，呢度有个市集仔，睇下睇下睇下，我就想睇下呢啲，佢现场做嘅系嘛？系啊，佢有嗰个摊，我想买一个就五十蚊。睇下，哦，嗱，呢个吸引嘅。对，四个步骤搞完了。嗯，四个步骤，所以我们木板画就是这样印出来。啊，就印完了，它整个印完了。对，哎呀，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有那个塑料封套吗？要不待会儿那个颜色就没了。哦，还这么妥帖啊！想得好周到啊！它这个是要全部这样。诶，呢个叫做莲华系嘛？系啊，莲华。先放这个哈。先放一个哦，仲分顺序。放好再按，是三秒。先揿第四个。其实就系我哋就呢个系俾你哋知道，我哋四色套印就系咁样。四色套印哦。其实我哋就先系木板印嘅。木板印。啊，咁我哋就做呢个咧，就俾你哋知道套印系咁样一个色嘅。三号是黄色，二号是蓝色，冇问题，边个色都得。唔系即系咁上下啦，系嘛？系基本上都系边个颜色。一号就红色，系。最后出嚟系咁嘅效果。系就系、是、嗱，我哋四色都。哇，好嘢，好嘢。好嘢。几钱啊？几钱啊？呢个就系廿蚊。呢啲几钱啊？印一个咁荣信片要几钱啊？十蚊啊！嗱，有几个款嘅，我度有个桃花仙女。哦，等一下。好。我唔系，我睇下旁边嗰度先，睇下旁边。桃花仙女。嗰个唔系桃花仙女啊嘛。系啊。睇下有金字啊，呢度。哦，四色套印，呢个就落金。是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可以这样，我哋有个咩噶，有个堆位，啲咩钱咧？什么？佢就冇百分百，佢而有$300个位。但系呢啲就系好嘅，睇下呢个做咩？呢度有姜啊，吹啦，吹嗰啲鸡，吹嗰啲啦，啲泥啊，啲泥做啊，整泥公仔度。嗰啲，嚇，嗰個，惟妙惟肖啊，做到。好似今日係咪試入啊？係啊，今日睇入。唔好話，我係緊張。專門做呢啲。呢啲咪吹電響啊？哦，即係好似個哨咁樣係嘛？哦。哦，好似个哨咁样。OK 喎 ，OK 喎。买个？几钱啊？$10。$10个。哦，仲整到咁多种动物，十二生肖啊？呢个咩嚟噶？佛山秋色。真秋色系咩意思啊？色噶？仿真菜。哦，仿真。其实以前咧就系代表丰收嘛，因为佛山秋色就系你丰收嘅季节，咁你啲嘢摆唔好嘛，所以以前嘅古人就会用呢个方式去呈现咯。系陶瓷定系？蜡，你可以摸下。摸下。咦？唔似呢个有似蜡，呢个唔似蜡喎，呢个呢个做咗。啊！我哋系整咗个模，系啊，你有个盘有少少模，生嘅特色系摸唔到里边嗰个。系啊系。有啊，之类都会有。哦，咁样嘅。系啊。哦。啲盘菜。系啊，就盘菜。我以为一直就系石湾公仔。其实最出名系呢个。哦，最出名系呢个，呢个叫咩蜡咩啊？系啊，系蜡塑。垃圾景色，好嘢好嘢好嘢！呢个系国家级嘅一个项目，真系开眼界啦！唉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我哋就系，因为有呢啲活动，我哋就会叫啲非遗传承人，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出嚟咯。哦，好嘅好嘅。而家讲解下。系，多谢晒，多谢晒，整得好似，似模似样。啊！呢个好事，可以仲食冰箱条，有啊！哦，系喎，冰箱条啊！做咗呢啲先啦，冰箱条早有早餐，有做冰箱条，冰箱条就好似啦。
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好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獅子成身。哦，系喎。O K 喎，都系用蜡做，系啊，都系用蜡做嘅，好厉害，真系终于知道佛山唔单止系石湾公仔，呢个系，呢个应该又系人，哦，文创，人，呢个陶艺啊，呢啲咧主要系我哋想宣传嘅文化。包括我哋嘅十大民族啦，十大文化做一個展示嘅地方。哦，這個整到好似嗰啲冰箱貼，係咯，冰箱貼。咁啊，因為依家我哋市民都好中意一啲創意嘅，係冰箱貼咧，同我哋嘅市民相關。包括咧依度咧，我哋仲有一啲文創嘅嗰、那個去將咁嘅小朋友可以去令到即係收集我哋嘅文化故事咯。我哋甚至依家可以佢一個章之後，呢度可以寫小朋友嘅遊記。啊，犀利喎！呢個就係北帝丹。犀利喎，犀利喎！系啊，哇，用咗好多心思喎、啊，你哋。系啊，系啊，好靓啊！呢啲整咗，咪印章咯、啊，咪盖章咯、啊。佢盖完佢盖出嚟，一个章盖出嚟。几靓！哇，真系抌咗唔少心机。帮我哋影翻之后俾小燕啊吓，真系文化传承靠你哋啊！好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对啊对啊，他们来。这个应该是冰箱贴啩、啊。没有了，卖了。买我买了，我们这边只有下一个。生肖。哦，生肖。哦，这个是锁匙牌。好，各位小朋友来这边。飞门吗？这里还有。咦，金箔啊。金箔。啊，金箔都是我心情正常，听我要不要看一眼？金箔啊，这个真的。你得小心点啊，不要穿穿。呢啲就係呢啲就係啲金箔做嘅，可能啲金箔做的。啊！俾學生先。係啊，俾學生先。敦煌呢，是我們省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，裡面呢很多地方都用金箔去製作的，大家也看到很精緻哦，老師的手藝非常精緻。對，那你看有一個人呢，就是他把金箔都貼在上面。请问中间的字是不是真的金真金的？在我们这里的东西全部都是真金，只要经我们手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真金。犀利。不贵啊，25元而已。物物有所值，真的物有所值。好多都是我哋啲豬仔自己裝嘅金箔，自己去貼嘅，跟住又要自己裝嘅，自己冚裝又成乜，全部都係曬自己。咁啊，揾下有冇啱我嘅先。越嚟越少人。OK， 用呢啲產品去宣傳我哋嘅一個金箔斷種文化啊嘛。如果唔係攞呢啲吸引大家，可能大家都唔知道一張金箔係點嚟。哦，咁系，咁系。哦，里面仲有啲金箔啊！系啊，呢个祖庙啊，呢个系祖庙，祖庙嘅屋檐咧就装咗金箔嘅，呢度系贴咗真金。咁仲有我哋嘅醒狮文化啦，仲有系永春文化啦，加埋我哋嗰、那个金箔四个元素综合埋一体嘅四个区域。厉害！后边呢度咧就系我哋嗰个打金箔嗰个动作。哦，后边仲有好多嘢，睇睇后边有圣事嘅。系，呢个锁匙扣，呢个锁匙扣，嗯，冇错，锁匙扣，锁匙扣。你睇下有冇自己嘅？我哋系四个文化合埋一齐嘅一个文创产品。买俾你啦，我唔想，你要唔要啊？睇啱咗啦嘛，好，买一个，买一个。哦，咁呢个又呢一张金箔啦，嗱呢张就金箔啦，系啊，嗱就嗰少少，系啊，真金嚟噶，一嚿金你打唔打到一张金箔啊？呢啲咪技术咯，嗯，系啊，所以呢个技艺就系一直三代传承到依家啦，厉害厉害，点啊？你要不要？我而家谂我玩边个咧？好，多谢你先，你谂谂先。哦，呢、這个石湾肉冰烧喎、啊，这个很好喝的，他们两个是两种风味，这个很好喝的，试一下。哇，你怎么可以说出来的？哎，这个很好。
好了，可以拍这个。听说你们酒厂是可以去参观的，是不是？可以的，免费参观的。免费参观的，每天都有开的。大概什么时候开的？打算周一到周五。周一到周五，周五正常上班时间。正常上班时间可以睇。上班时间。哦。咁樣一天四點半，即裝20。哦，冇問題。哦，哦，30。哦，朝早就即個20:00。OK。33度。係啊，我就9:00啦，9:00佢就全開，哦，逐步開放。哦哦，即係可能原來要著燈啊，點樣啊？即係呢個爐，呢個就咁。我如果係守就守玉冰燒酒廠啊嘛。守。岭南酒文化博物馆。哦，岭南酒文化博物馆，好嘅，好嘅。诶，整整讲个几件箱有冇？啊，几多度啊？依个33啊，唔是哦，33好嘛？依只系40，要33得啦。3340手都差唔多嘅啫，吓。33可能俾唔俾带上地铁啊？你喺广州啊？可能唔俾带上地铁，俾咩？你得，你香港嚟都可以带。哦，咁我哋要知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好啊。是33度，你可以这样买一提的，这样对吗？你先尝一尝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给钱了，20，好，一批便宜一点，收一的，好嘅，我可以160可以给你。是30块的啊！对，这个可以给它包装一下吗？那等下放车上会不重？那个没法包装的，那一只都没法包装。有这个小盒子啊，什么？你说石斑肉冰烧啊，石斑肉冰烧啊，呢啲有咩特别啊？呢啲啊，就樽靓啲。呢一只系浸过猪肉嘅。豉香型嘅肉冰燒，除咗你飲完酒之後，呢只都係33度嘅。肉冰燒嘅意思係咪就浸肥豬肉？哦，冇冇，哦，係咯。那我真係想幫你做廣告啦。好好嘅，好嘅，嗯，拜拜。對，有六個顏色。呢度，呢邊。咖啡啊？咖啡就呢啲。嗰啲系咪含酒噶？真系含酒噶？有加，没有，我删紧一加，系可以嚟呢度试下嘅。柠檬茶18，咖啡啊十几廿几都有，睇用咩酒，有啲酒啊贵啲，有啲酒有咩唔同啲酒？呢只53度嘅，呢只系我哋依家卖1699一支嘅。啊，呢只系20年酒液，呢只咧就系以前最经典嗰只29度肉冰烧。哦，29度肉冰烧。但系咧呢只咧就有只杯，咁啊呢只系22蚊一杯，呢个25蚊一杯。哦，我手上揸住呢个咧。呢个苦白小酒系做柠檬茶嘅，做嗰个柠檬茶。哦，呢只小酒咧就，因为呢个佛山小酒，我哋依家系用呢只苦白小酒，呢只45度，呢只33。哦，呢只贵啲。有啊，好彩今日冇开车。饮唔饮啊？试杯柠檬。可以试杯啊，真系可以。冇所谓，你中意饮咩？咖啡定系之前飲嘅嗰啲檸檬茶會有啲唔同，因為佢有少少酒咧，有回甘，有甘嘅。即係試下檸檬茶，好，聽你講。呢度整杯檸檬茶，攞個身份證，攞杯搞掂未？20蚊嘅檸檬茶18啊，凍要凍啦，幾凍啊？18。當場暴打檸檬啊！多場眼啊！好好好，啱啱六個顏色。呢度一杯檸檬茶，棕色的，棕色，太吉咖啡。嗯，我哋喺酒廠管道裏邊咧，我哋自己都有間店，即係酒廠。但係咧，今次就呢個非遺出嚟擺攤就，我哋酒廠自營，即係酒廠直營。好，起咗啦，好嘅。好。冰箱啊，挂住呢个嚟玩啊嘛！哇，系啊，亮住嚟啊呢酒，哦呢个攞呢个整嘅呢个系。烧酒沟咩啊？跟住肉冰烧噃，系肉冰烧啊！佢又沟咩肉沟？唔系，唔系咧，酒沟拉啊！嗰只冰箱酒沟拉啊！几挂住呢出嚟玩啊嘛！好。有冇形狀嘅？33度 OK 啦嚇。OK 啦。可以我買一杯。打酒泡椅呢啲，好多品種喎。嗱呢個。一杯一次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先念我的。
幾錢一杯嘅啲？檸檬茶就十八。唔係啊，睇唔同款嘅話，靚仔話你唔好亂揾嚟幫人哋講嘢嘅話。冇啊，我講下冇所謂。係咪佢？佢亂咁保價。一陣間唔賣咁啊，大鑊啊！唔得意，呢個係咪㗎？係咯。好忙啊，佢唔知係咪？係我㗎，靚女啊！哦，佢嗰邊先話，佢嗰邊先話係嘛？嗰邊先，人哋先。開始暴力打啦！或者我攞你個一零裝，好快走去等一個人揸得啦！你走啦嘛！OK 那個山口連話俾人一定提醒佢領運，好多人我覺得填，因為佢冇領運。睇下嗰啲，係啊，睇下嗰啲朱古力醬有冇領運。二十五的，会跌落地系咪会烂？啊？呢啲啊，呢啲玻璃佢原本都比较厚嘅，所以一般跌落地咧系唔会烂。但系如果系跌中嗰啲粒位咧，佢肯定好都会碎。呢个肯定，因为我买咗个计，个袋比较薄，我惊我碰。哦，唔会，其实我最惊地铁唔俾我上。呢啲佢正常咁啊，你撞咗撞。哦，咁 OK， 咁啊稳阵。地铁应该俾上吧？地铁应该一有限量嘅。就系咁细支，唔系佢等我叫我开就饮啖。饮啖。饮啖啊嘛。因为你有晒条形码噶嘛，有晒条形码嘅产品名。哦。OK。稳阵叫我哋开就饮。你高铁咧就系。不可以超一斤啫嘛。哦，而家高鐵都咁樣限住啊。系啊，高鐵飛機都會。我睇冇少冰啊，冰我睇，你講起佢。誒呢個誒檸檬茶。冰啊！我哋自己開唔夠。係我嘅係咪？啊好，好嘢。要乜嘢？檸檬茶一杯，多少錢？含酒的檸檬茶。唔過有酒啊。哦，可能是最回味嗰下有美酒加咖啡啊，啊美啡酒一杯加一杯啊。啊，睇呢度，金露酥，金露酥喎，未听过噃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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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听过喎金露酥。哎如果唔系，点解飞围咧？吓、啊，未听过先飞围咯。系嘛，系嘛，系嘛。系啊，我哋手工制作嘅。甜定咸噶？甜嘅，甜嘅，唔會好甜。喺原來嘅呢只同嗰只一樣嘅，一隻咁。係咪有咩肥豬肉喺入邊㗎？冇㗎嘛。我攞個袋嚟裝住，我個袋個裝住可能嘅。我哋就係純手工製作，就係紅豆沙。係即係呢啲肥豬肉嘅，我哋啲紅豆沙。紅豆沙，紅豆沙，你食唔到肥豬肉噶啦，因為佢已經同佢融合為一體啦。哦，但係佢原料入邊真係有，有豬油。哦，有豬油，有一點，有一點。超級嘅酥餅係唔會加牛油嘅，只會加豬油。好。但係怕唔怕有啲人話我唔食咁多油脂嘅喎，咁好少嘅啫，好少量嘅，仲有啲嘢，食一隻零點呢個嘢，食一隻，咁啊，係好嘅，要吃千萬百無禁忌，是不是啊？食菜常好好好，食上豬肉，什麼都正常。因为我们现在难得吃猪肉，咁啊系，咁啊凡系食亲饼都有油啦，系嘛？啊 ，OK。好多谢晒，多谢晒，好生意，好生意。龙船，整个龙头，龙船头，龙酥啊，真系龙酥啊！龙船无影，系嘛？我依我点样睇你先？唔好意思，我依个都好贵噶，系全球嘅，我都系登录国籍啊！你唔好讲咁多嘢，唔系你卖嘅。嗱，你讲，你自己讲。哦，啲文创产品啦，刺绣啊，广绣。哦，廣州。下一個姐姐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受咗好耐啦。我下次咧，哎呀，咁得意嘅。好。
啦。可以收。我哋下一次再收工好唔好啊？我买一部俾你收一下。买一个包给妈妈走了。有冇边套简单啲？佢我收个醒狮啊！我要唔要啊？真系哇，收个醒狮添啊！醒狮系埋头，谂你低低啊！会唔会呢朵会容易啲啊？即系呢个合计好杂，难啲啊！我用嗱个成品就咁样。请你收国家级的一个冰珠两块以上。他呢？收咗八号就咁样。我哋公众号有呢个教学视频，醒狮教学视频。你做公众号手有。看有没有要唔要？快啲订。刚刚老师的作品。要几多钱啊？两买。买你醒狮啊！你醒狮嘅。材料包六十八。哦，六十八一盒。材料包六十八。啊，好松化。好啦，你慢慢落。哎，嗱，终于可以走啦。走了，好松发，还可以再来看一下广绣。广绣呢，一般理解是广州的刺绣啊，是吧？但是佛山的刺绣其实也是广绣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我们两地都是广绣的发源地，现在它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老师一针一线就可以制作出非常精美的图案。这在古代啊，更是女孩子的必修课。女红啊，对，女红。但今天就不一样啊，今天谁都可以学。这个盒都 OK 啊，好松化啊，我觉得 OK。这个盒啊，比盒同酥松化好多。贵唔贵啊？我头先冇睇价钱。五蚊一包嘛。五蚊一个啊？五蚊一个就贵啲。啊，剪纸。咩剪纸啊？系嗰啲？呢个剪纸啊。佛山剪纸啊！佢头先有嗰个热度，你头先系绣花。唔系边个用嗰个铜铎？系啦，攞铜铎出嚟啊！佢攞呢个木头咁样凿凿嗰啲。凿出嚟。哦。头先我睇到嗰个扇仔卖，几靓嗰啲，而家搬嚟五十蚊。呢啲咧，我认为啊，一唔买，一买你又买个贵啲，攞翻嚟慢慢摆。啊，呢个就系呢个咯嗱。呢个有咩唔同啊？呢个？呢个就系呢个。呢个图案就系。哦，就系呢个图案整出嚟嘅。哦。呢啲咧，等于系我哋根据我哋个原作做翻个文创。哦。即系全部都系有对应嘅原作嘅。哦。即系缩细版。缩细版。呢啲系原作，呢啲就系咩？嗰啲系铜嘅，铜嘅，嗰种系铜合金，呢种咧就系不锈钢，即系揼出嚟嘅，系啊，佢用个模具嘅，哦，用模具咁揼出嚟嘅，系啊，哦，咁但系呢啲就好软噶啦，系嘛？唔软噶，铜合金啊，哦，不过好坦白咁讲啦，怕唔怕俾啲机械取代咗？唔怕噶，佢始终系有呢个市场噶，人哋要嚟收藏，同埋装饰家庭、化妆。你唔值钱，你话网上买个几廿蚊、几蚊鸡嗰啲，你话挂喺嗰度俾人睇啊？咁啊，但系呢啲你挂喺墙上，你可以话啊，呢个系咁个家装真系唔同啊，系咪先？系啊，边个大师做嘅？啊，冇错，一唔同噶嘛。嗱，呢个剪纸啊，而且佢有收藏嘅价值。咁啊系。剪呢啲就系佢哋呢啲人剪，你自己好难剪。哦，呢、這个真系考住天工。呢个幅啊，啱先卖到两极啊，考住天工啊，真系。其实我几中意呢个线，呢个咪把大。而家嗱，呢啲用贵嘅，58蚊其实唔贵嘅，即系人哋你要叫人哋开模嘛，模嗰个模具费都好贵噶。其实呢啲只不过系当翻个宣传啫。呢个系包装，而家系推广，系啊，呢个就系包装啦。哦，呢个包装。真系送礼佳品。黄飞鸿，系啊，有咩啊？你买三个，你就可以有得送。系嘛？咩叫有得送？好，好生意啊，好生意。呢啲就系嗰啲咩啦？哦，扎狮头啊！哇，犀利喎！狮头扎座。狮头扎座。它是竹篾，竹篾对，竹篾沙子，然后扎成一个。咁个白色嗰啲系咩嚟嘅？咩沙子？沙子。116。我用白话得噶啦。我见你普通话，我又普通话啦。我见你开声就普通话，我跟住。比较跟上。要扎个狮头，咁啊，呢个小狮头啦，系嘛？
要扎几耐到？呢啲都要扎两到三个礼拜。系啊，每一次都有个屎头嘅，即系每个位置固定。系啊，固定咯。咁啊，个造型你自己要把握好。嗯。比较瘦皮啲，嗰个应该系细嗰个。扎完之后，上边就仲要去铺纸。铺纸。铺完纸啊，就写色。哦。写好仲要装。哦，你以为真系啲纸嚟嘅？纸嚟嘅。哦，我以为系啲绳啊，草绳嘅，原来纸。呢只手揸纸。系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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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啊。哇！如果大狮头嘅话，咪真系有排搞。即系可能复杂啲，差唔多都要十日。要十日时间啊！就系咁。系咯，嗱，啲小狮头咯。一个咁嘅小小狮头要几钱啊？要几千蚊啊？几千蚊？啊！师真系心机钱啊，真系。系啊，呢啲心机钱。哦，原来狮头上面铺嗰啲都系纸嚟嘅。纸嚟嘅，蚊帐。哦，蚊帐布。蚊纸都系沙纸。哦。有银性，有钱。有银性嘅。好多谢晒你嘅解释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祖庙旁边有条美食街，我哋原先打算模仿其他网红从街头食到街尾，不过后尾发觉食得太杂，估计肠胃会顶唔住，最后放弃咗。能够食通街真係要有食力，佩服佩服。哦，啲特产就系嗰啲咩咩金毛饼啊，金毛饼，佛山盲公饼，好耐冇食啦。好，唔该你啊。呢度就系、是、你饮唔饮嘢？唔饮啊，头先饮到杯都少咗。哦，你可能系唔适合嗰个酒啊，所以唔系个个啱。长沙臭豆腐啊，哎呀，唔好搞。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都唔啱。这个阳光小食喎，转一转，猪肠粉喎，诶，整一个啊，猪肠粉，啊，要唔要？十三蚊一份，有咩味噶？咸噶吧，猪肉粉嗰啲，就系咁，系啦系啦，即系就系落啲豉油。但入边有馅噶，有。哦，入边馅系咩嚟噶？芽菜，我哋上高特色系啊，芽菜啊，嗰阵时咩咩食过咯，试下啦，好食噶，十三蚊一份。好，攞一份啦。好。咁个面头要加啲咩料啊？你中意食辣椒就随便加嗰啲啊。啊。你阳光都要落酸豆角嘅咩？你个人口味啊嘛，我哋乜都唔使落噶，系咯，芝麻得咯。即系你正宗就落芝麻。系，我就系食芝麻，放啲蒜蓉啦。食个正宗啦。十蚊啊，十三蚊系嘛？十三蚊。芝红十蚊。有芝红咩？佢有，佢有芝红。十蚊。你想吃多少钱？之前系十三蚊嘅。系。一个一块芝红嘅。十三个。这样一个吗？我说十九块，你这我说十九块钱，我好，我可以不搞。猪肠粉，哦，新鲜节系嘛？来来来。这牙菜嚟嘅。要吗？要吗？这红吗？啊？要就煮，要就煮，唔要啦。哦，即系猪红系现煮。嗰面系牙菜嚟嘅。系啦系啦。嗰次我食过啦，我食过啦，撒芝麻。仲要撒咩？加呢个蒜蓉。蒜蓉。哦。啊，唔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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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葱唔要葱。好嘅，唔该晒。攞筷子系嘛？哦，啱未加噶，我以为加。加咩啊？我又试下。吓，你又试下？酸豆角。攞呢个签得噶啦。又得。喺边度食啊？喺边度食？话好多人食。冇订错喎，点啊？味道点啊？
佢有牙菜，明明系豆芽，佢话牙菜。即系咸咗少少，好食啊！系咪当地啲口味咸啊？阳光口味咸。好，等我试下先吓。系去阳光食嘅，不过啲里面系牙菜，空口味。牙菜而家豆芽，点牙菜？明明系豆芽。空口食咧系咸咗少少啊！佢头先个猪红汤几多钱啊？$10一个猪红汤。即系要个猪红汤，冇饮啲冻嘢。好啊。继续，哎，正啊！你饿了，不是这样啊？咁样大劲，主要系饿系嘛，并唔系佢好食，可以啊。都可以，唔算话唔好食，又唔可以话你唔好食。系。五香粉几多？咁佢仲香啲啊嘛。肠粉好滑嘅。应该唔叫五香粉，叫料粉，唔好料粉啊！料粉，料粉咪就五香粉嘅，唔知酸特觉得好。流落少少嘅叫做咩啊？蒜蓉辣酱，我系咪习惯个咸味啊？而家 O K 喎，会唔会捞得唔匀啊？猪肠粉咧好滑，呢个系要实事求是咁讲。哦，你啲系嗰啲咁嘅咸酸系嘛？差唔多。哦，我原先仲以为啲水果添。哦，下边系水果，上边系咸酸。点买？全部一样价，18.8。哦，断根情。哦，考虑考虑，冇食个咸酸咯。呢啲系水果。18.8一斤，酸甜水果。好，下一间，仙草茶。呢、这个茶暂时唔饮住啦。哦，呢、这个系跟住。咪咪。烤鸡扒，烤鱿鱼。呢度就系小丸子。哎呀，小丸子试唔试啊？鸡蛋仔。猪蹄呢？呢只龙就买得好，可以食啊！25啊，算一只来算的，这个先算那个，这样算一片，这个也算，就算25，是不是？对，来一个吧。等等，25哦，咁就叫25。你怕唔怕滞啊？来一个，你怕不怕？好，你怕？呢、这个五花肉，我哋上次试过咯。肥啊，唔太肥啦，五花肉太肥啦。姜撞奶，不是，好好吃的，你的阿妹都喜欢吃。诶，呢啲咩嚟？呢个？榴莲班戟。呢个榴莲班戟啊？系啊。哦。诶，呢个有猪红汤喎。猪红汤系现煮还点噶？啱啱煮啊，第二日。哦。呢啲煮好嘅，哦，嗱啲咪猪红汤，系啊，热噶猪红汤啊，嗱佢有好多招牌菜啊，呢个盘菜啊嘛，盘菜，我哋唔要盘菜，嗱君安鱼饼，哦，纯手工鱼面，差咩嘢啊？唔系，除咗两，仲有啲咩食啊？咩？鱼面咧仲好啲系嘛？鱼皮、意面、炖奶。炖奶，嗯，你睇你成间牛奶，鲜虾云吞面，鲜虾正云吞，整个鲜鱼肉面咧，整个鱼面好唔好？嗯，你中意。要个鱼面咧？一个鱼皮，一个鱼面啊？唔系一个鱼面啫，就是、一个鱼面。唔要鱼皮啊？唔要。啊，一个鱼面。
哦，鱼面道呢度话95%以上都系鱼肉喎，一条鱼一碗面啊，收28蚊。系啦 ，share 下试下嗱，呢度都可以食到鱼皮啊。佢个碗咧系一个螺形啊，有啲螺啊，睇得嘛？啊，你唔讲我唔知系螺形喎，我就觉得佢好有特色嘅。鱼面咧，手工鱼面系咁嘅，都系机器整噶啦，唔信噶啦。你唔攞个匙羹，你都装少少咩啊嘛？唔系我俾你自己装少少汤。我咪攞咗个碗嚟咯。哦，食块鱼皮。系啦，个鱼皮要30蚊喎。如果单纯食鱼皮，好多人食剩晒。唉，鱼皮，鱼皮，所以点解我唔拣鱼皮？我宁愿拣呢个，你射到我周身都系。咁佢系咁长。其实佢应该剪短翻少少吓。系咁个机出嚟嘅。机出嘅啫。怎會手工呢？魚皮魚肉的含量95%，仲脆脆地的，都很香的，不是啲味道不寡，幾香啊！魚面咁糟呢，是不是因為本身鱼肉呢比较难整幼面，好弹牙，是隐隐约约有有嗰阵隐隐约约呢有嗰阵鲮鱼味，是鲮鱼味，嗯，但你说真的鱼肉含量95%呢，我真的不敢不好相信。鱼肉含量达到95%，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做到。试一啖汤先。啊，汤好好。啖汤有少少辣味。辣声。系啊，逼声。顺德陈记。陈村我食陈村好啲，北郊北郊食咩噶？食鱼啊？唔知啊。鱼网啊，辣柳啊，爬龙舟咯。辣柳有鸡有鱼。龙舟啊！龙江有牛。用贵啊，食面咯。的萝卜，萝卜系用贵嘅。呢度系中国性文化馆，有盲公园喎。嗱，又系鱼皮。买乜嘢买嘅？好。盲公园啊。乡下啲食啊，啲荡荡咯。你睇下嗰度舞狮喎。哦，呢个就盲公园啊！啊，猪肉咁大只，猪肉、鱼肉加鸡肉，哦，猪肉、鱼肉加鸡肉，18蚊，一碗四个，系啊。8蚊除以4，5蚊一个。呢度卖牛筋，你睇下牛筋有啲点？啲牛杂嚟啦。系咯。系啊，牛杂啊。啲牛杂。
嗱，轮胶糕咯，20蚊盒啊，轮胶糕。咖喱鱼蛋，哦，猪脚姜嚟嘅。猪脚姜。你想食猪脚姜咩？好好可以嘅。随得你。猪脚姜点卖啊？35蚊。一碗。系啊。你一只蛋，你一嚿猪脚。整个双皮带啊！双皮带点卖啊？一皮带15。喂，你个转装唔加水噶？系咪沙湾鸡撞奶啊？唔系，双皮带。双皮奶啊？哦，佢度唔加水啊！15蚊系嘛？吓？要冻噶，要重温噶。要冻啊？定系要咩嘅？你。冻咯，好食啲系嘛？肯定啦，唔使讲。冻啊嘛？几多钱啊？15蚊。好嘅，唔该晒。好。双皮奶15蚊。可唔可以俾多个时间啊？唔该晒。双皮奶哇，使唔使咁小心？好，佢系好紧啊。OK。好滑。点啊？味道如何啊？好似食布癫咁啊！哦，个老细话呢个系唔沟水噶。解味几浓啊？好滑。你是唔是一种炖蛋啊？攞粉沟噶，但系咁沟都沟得好滑啦，系嘛？点解车可以开埋入嚟嘅？花生糖咯，佢呢个炸起身咯，牛皮糖。呢个十蚊，呢个5蚊。好，细细盒啊嘛。牛皮糖。好。哦，呢个入翻早料咁啊。浓酥糖。我哋平时又冇得送嘅，10蚊一盒浓酥糖。我三个算了，八两个算了。嗯，收五头，二十回去吧。慢慢差个呢啲就。好松软啊！系芝麻花生系咪？入边系花生芝麻椰丝。哦。你白色嗰啲系糖粉嚟嘅，啲面粉嚟嘅。呢啲系你说你白粉吗？唔系，你嗰啲白色嗰啲面粉嚟嘅。粟米粉。啲唔系喎。今日嘅影片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谢你嘅收睇。下个视频，老金同你不见不散。